大家好，我叫丁建平，来自多伦多。我是4月底加入爱健康的，然后就开始使用爱健康的 NMN，每天差不多是用2颗。然后我太太跟我一起用，她的效果是最大的，长了很多新头发，然后腰也细了，然后皮肤也很细腻。包括睡眠质量大大的提高，然后呢，我呢，除了使用那个 NMN 以外，我还使用那个爱健康的护肤品，像这一款哈，那个 HA Collagen Booster 啊，这个挺好。我是6月的时候开始用的，然后还有这一款新款的这个 NMN 的这个 cream, I use cream 就是护肤霜，总体而言呢，效果是相当不错，因为我以前啊，我的这个额头的抬头纹是很厉害的，还有两边眼角这边那个鱼尾纹呐，很厉害，因为我每天我看我老婆每天都擦。我当然也不能落后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夫妻两个都用。然后今天我还会把我以前的照片我放在后面，给大家做一个对比，来看一下哈。对于我本人来讲，像我的头发，原来这个发际啊特别明显，就好像有点那个就亮啊。头皮开始亮了，现在头皮好像没有那么厉害了，对吧？包括这个，皱纹呢，皱纹浅了很多。以前的话，基本上有点像这样的，很厉害，所以需要保养。然后呢，使用了这两款产品啊，这两款产品啊，以后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尤其是。两个眼角的鱼尾纹呢，是基本上是没有了，以前是很厉害，然后你想想看，这个也就用了2个月左右吧，这个用了2个多月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用了才几天而已，因为刚刚出的，总体而言效果不错啊，然后也。推荐大家使用，让自己更加年轻，更加健康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